今天是2024年10月15日，然后我的晨，你睫毛膏有点没画好。我说睫毛膏有点没太画好吧？什么？你的睫毛膏画的怎么样？我觉得画可以啊，画很自然呢。我们现在又要准备出门了，我俩的窗，还没时间吗？家里面什么吃的都没有了，好我饿了有呀！小西红柿。小西红柿哈，去洗一点，我先去洗一点哈。去吧。算了。微笑的那种。窗有点乱哈。那原谅吧，也没问题。就是哈，反正那也是我娘自己睡。今天温度，外面温度很低。应该穿这种衣服应该是正好，12度，我刚看了一下。好了，走吧。我看一下你今日份的穿搭。今日份穿搭让你们拍的好吗？啊？我觉得你们拍好看吗？比在门口要好一点点，门口光线太暗了，而且背光。在里面的话，这室内的光线，因为我们室内那灯光还可以。类似，是不是？但像这样子穿也还好，它这么……那毛衣保暖。看我拿了一个斑鸠。你腰那地方，我的衣服有点短，腰那地方还好。但是我们带到车上了。这晨晨今月份的穿搭，像这样穿还挺好看的。好，然后这个就是我的今月份穿搭，是不是？也还可以哈。走，你手机拿来吧。哎呀，晨，下雨了，我俩没伞呢。来。那你雨过去，帽子。我觉得我们两个人需要伞，要买伞。打，看没看没？哦，好看。现在今天拍的还行。哪一排？是不是？我们现在这个点在等红绿灯。因为这个地方实在太好看了，风景。对不对？你拍风景吗？拍啊！前面来一轮，前面来一轮，去一轮，那可以。In 3.7 miles, turn right onto Olentangy River. 看没，地上好多落叶。是不是？那旁边那房子啊，什么那个树啊，什么之类的，对吧？哈，看着，我觉得住在这地方也挺舒服的。秀了。小区是有点旧，但是这绿化实在太好了，周边风水又好，你看这树好大呀。一般都是那种旧小区的树格外大，是吧？因为得要时间长的。太好看了，五颜六色。好神奇啊！刚我们那边下雨，对吧？哈，才开过来才没几分钟呢。是啊，这边就出太阳了。主要是因为那个地方有条河，对吧？好黑啊，这现在又暗了。这边有。In 1 mile, destination is on your left. 哦，我刚刚看到一个车，好吓人。是吧？真的吓死人。这道上灰蒙蒙的。
贴的全是亮片。哦，你给贴的真的是，你看这个是。我们还有四分钟。空调关了，晨晨先进去。我们到奶茶店了，到奶茶店了之后，看晨晨跟别人交接班。我们今天的话，等会儿的时候还有一个新员工来，对吧？哈，就那个人五点钟来，等他来了之后可能就不会拍视频了。啊，我想多拍一点啊，现在晨晨正在帮我做嘞，做咖啡啊，是不是？哦，嗯，我想喝一杯奶咖，最爱的晨晨。我的晨晨这样子穿挺好看的，晨晨晨晨晨晨，嘿嘿嘿，竟然好冷啊！看我成这个样子，我穿这样子，外面好冷，都要穿外套了哈。刚的女孩子啊，穿了棉衣。早上来的嘛，穿棉衣哈。哇，外面居然下大雨了。
我天哪！主要外面有顾客坐着，我们看到没有？外面下暴雨。停车没？啊？停车没？停了。真是下大暴雨，我们得买把伞了哈。啊，其实家里有伞，但是呢，因为。哎呀，都是你买的伞，还挺好看的。啊，我买的那种伞的上面的图案很好看哈。啊，嗯，一看就女孩子的。嗯，我老喜欢买这些粉粉嫩嫩的东西。好吧，脱吧。看，外面下暴雨，然后呢，我再喝一杯奶咖，完美。这一个是捞面，然后呢，这两个是馄饨汤，然后这个是春卷，这个单子就已经齐了，我打包的，外面还有两份喝的。这个是台式卤肉饭。然后这个是包子叉烧包，这是黑糖奶咖。好，正在接单的晨晨来中餐哈。出太阳了，门口的小哥长得眉清目秀，我们俩把毛衣都给脱了，你看这温差大吧，是不是哈？就一会儿功夫，没有多长时间，是不是？刚暴雨，然后呢阴，然后呢又出太阳。这一个呢，就是我跟晨晨俩今日份第一顿。然后这个是西兰花，因为想吃西兰花了，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没吃西兰花了。然后这一个是干煸四季豆，然后呢，嘿嘿，黑咖开始吃饭了。正准备吃饭的时候，来人了，先出去了。看到没有？有彩虹。然后这一个是黑糖的黑糖奶茶，没彩虹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外面太阳很大。然后这个是香芋，这个是冬瓜奶茶，然后呢这个是香芋的，哦，放到这个地方看颜色就挺好看，这外卖的单子。这个是我的今日份的第二顿，然后这个是现炒的一个新鲜菜，然后这个是中午的剩菜，我一个人吃，因为晨晨在前面陪新员工。
听一下前面的单子的声音，然后我今天就一整天在这个沙发上面躺平，然后在这个桌子上面躺平，然后什么也没有做。现在都已经到晚上快要关门的点了，他们在前面接单做茶，然后呢打扫清洁，然后我就在这个地方坐着玩手机，编一下我自己拍的视频，因为视频拍的挺多的，但是呢没什么时间编，因为每天都在奶茶店里面。然后呢晚上回去睡觉的时候编一下，对于我来说编视频其实挺简单的，就有时候有点，就是有时候不太想编视频，想我刷一下好看的电视剧。嗯，感觉怎么样？感觉还行吧，就是看就是说，哇天，这膜有问题吗？膜破了吗？不是膜破了，是那个。嗯。然后我今天在后面睡了一觉。哎，这个点还有人吗？有个单子。然后我在前面，我在后面睡觉，然后听到前面。单子不停的在想，我在犹豫要不要出来帮忙，但是想了一下，后面的时候我们总会就是不在店里，对吧哈？对啊。店里忙的时候，最多也就只会安排两个人，对不对？嗯。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太小了，人多了之后根本就转不过来，对不对？对啊。走呗。走吧。嗯。老给你拍个视频的。你把那个气管关一下。好的，我们要走了。哦，我还想去上个洗手间。嗯，这个就我今天不能穿的。今天都没怎么拍视频，原因就是因为前面有新员工培训嘛。我在后面玩手机喝咖啡睡了一觉。今天是躺平的一天。对 对, 对，就是感觉店里面其他人都在弄，比自己弄要轻松太多，是啊，是不是？这是你的咖啡。嗯，然后我最亲爱的晨晨帮我做了一杯喝的。嗯，好了，我们出去吧。嗯，行，我们走吧。好，外面有点冷，你要把衣服穿着。累不累？说实话，可以，你还有点累，因为一个劲的边说边讲，边说边做。我知道，主要是平时大部分我做奶茶速度太快了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我没怎么做。然后今天的时候，就我虽然没怎么做，对不对哈？嗯。我觉得说话是最费劲的。因为你要。就是你做的时候，其实我们俩很喜欢做奶茶，也很喜欢做咖啡，对吧哈？嗯。是吧？我们俩就对鼻子话多一点，对吧？嗯。啊，出去外面其实很不喜欢说话。啊，今天一培训员工呢，然后只要不停的说。嗯。说的这人呐，生气、口水、口热，嗓子都干了哈。走吧。嗯。我都现在说话，最后跟他在说话就要。加数钱的时候，我感觉我舌头都捋不直。走吧，累了。我回去要休息。走吧。你在洗吗？我不需要。睡觉电话。好冷啊，今天。好了，我们到车那地方了，有点暗了，不拍了。